哎，你跑的会跑扰民，我跑河边大树，大什么林子？跑河边那个树林子里来，这回谁也不扰了，怎么样？还够空旷。换基地了，没有基地了，不换咋整？我感觉我这个灯这么黄呢。这还好一点啊。哎，这样怎么样？感觉亮多了是吧？还是黄啊，它这光照脸上特别黄。买错了，到时候买白光好了。欢迎初心哥。谢谢风云主宰，谢谢兄弟们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欢迎神马都是浮云，暖光，嗯，这是暖光，我车上的灯是蓝光。哎，其实我可以点另外一个灯，我那个灯就是那啥光了，就是那个蓝光了。我那个换电源，主播拉屎去了吗？主播拉屎回来了。哎，今天不冷，今天不冷，可以吹个葫芦丝，先吹个葫芦丝试试。哦，我去把那个电源拿出来试。欢迎冷风，我今天我新接了一款电源，这个怎么样？这大灯怎么样？这家够亮吗？嗯，这个够亮吗？我现在用手机充个电。我不用点个那灯了吧？这个可以有，先充会电吧。哎，怎么不好使这充电呢？啊，真没，整懵了。暗流涌动，文姐好。哎，看看今天晚上先吹个葫芦丝曲儿，看看怎么样。Hello， 酷狗。Hello， 酷狗。欢迎孤独梅。吃一个试
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。尘土带不走的只有你，和我在尘土的街道走一走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谢谢文姐的一三一四，唱完了。我就说我文姐不能不管我吗？好的，谢谢我们家所有哥哥们，辛苦了。还是电容麦的收音那个强，你这摁鼠标的声啪嗒啪嗒啪嗒，听真劲儿的。我这就对，一是我这个鼠标本来它声音就特别大，然后呢，我这个麦克风就是收声效果又特别好。喂，你那电容麦就那样了，我这个是动圈麦。我其实我喜欢动圈麦。那个麦我喜欢动圈麦，我就喜欢你这种麦克风。动圈麦的低音效果好，但是高音呢就没有那个电容那个好。嗯，是的。但是电容麦可以这样，在这儿唱歌声一样，但动圈麦到那儿也没声了。是呀，是呀，是呀。对，特别环境嘈杂的时候，用动圈的要比这个电容的好点。欢迎耳怀山，好听吗？志哲哥，好听。一会儿麦轮完，我把它唱完。好听啊，好听啊，好听啊。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呀？户外主播呀、啊，旅行的，也以前打野，那完打野就不打不了了，就旅行了。又有大兔子了。那你做主播之前还做过什么呀？修车，修理工。修理工吗？真的呀，我爸也是修理工。修什么的？他是货车吧。大的车，差不多，我俩差不多。我主要当时修工程机械，钩机这挖机铲车啥这些东西，还有山上大翻斗车那些车都修。哦，应该差不多。修了二十年，我爸也是，二十。我修了二十年，对。我爸也修了，他修了二十多年了。对，会唱歌的修理工。我是从94年开始修车，修到2015年，然后就不干了，该做主播了就不干了。对，欢迎听歌的黑胖子。其实修车那时候也行，至少省心，没有现在像那个做主播这么累心。当时就是只要你干活就能挣钱，现在这不一样，对对对，每天你还要考虑很多事儿。拜拜妹子啊。好，越来越好。有缘再见，拜拜。越来越好，拜拜。好嘞，拜拜。我把这首歌唱完吧。修理工威武，你好，你好。文姐不点歌，文姐想听啥歌？文姐给唱首歌。谢谢，谢谢怀山。文姐应该想听丫头。分别总是在9月，回忆是4年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的头，在那座烟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。尘土带不走的只有你，和我在尘土的街头走一走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。